想要在 dad 中有 romantic， 那就要很特别的 inspiration behind it， 新鲜的啊 flower 和优雅的 piano， 最后再来一个 what？ 你 say 这些我 totally 不懂你的 meaning 好吗？来，我们去下一个地点。OK， 时间到了 ，Go。好了，走。哇，这个约会过得好充实啊！好充实啊！你抓到了？我抓到你！哎，你要去拿小坏蛋！嘿嘿，抓到你！我要抓到你！这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地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抱的地方。这里是我们即将接吻的地方。嗯。报告，今天11点吃你最喜欢的早午餐，2点的时候看电影，4点之后独立时间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不会管你，但是我一定要黏在你身边。Over。很好，走。你好，我没有定位。你好，这边请。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来，这边请。宝贝，生日快乐！不用烦恼要吃什么，我都为你安排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没想到我就这样牵着你的手走到了这天。你说我们以后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？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。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我明天去逛街好不好？好啊。还是算了，你明天要打球。篮球哪有你重要啊？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，我已经属于你的人了。怎么样，这就是人生的神户级猪肉，会走路的橄榄树，猪肉界的劳斯莱斯，大名鼎鼎的伊比利猪。他该不会连交响乐队都请来了吧？哎呦，讨厌！我们哪有进展这么快？我愿。嫁给我吧。这样的约会真的可以吗？不要说话，我们现在是两棵树，很好，现在行光合作用。啊？很干净，摆盘也很正确，我很满意。哈？观众说处女座每次都是爱干净，我就是觉得爱干净最浪漫了，怎样？宝贝，这张卡片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夏目里套餐只要1000多，除了主菜，里面还有前菜、面包、汤沙拉、松饼和炒饭，而且还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吃甜点、喝饮料，根本是好几千块的享受嘛！这也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当然是我亲手让主厨为你做的。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